近日，郑爽最近曝光了一组最新路透照片。照片中，郑爽身穿黑色风衣，搭配性感红唇，整个人看起来冷艳靓丽，极具感染力，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，神秘感十足。大衣裹身的她犹如黑夜的使者，完全的融入环境。据悉，郑爽在新剧中饰演双面间谍影子杀手，果然这气质就已经完全的符合。这也是郑爽首次出演谍战剧，相信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